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，三角形 ABC 中角 A 等于90度，且 BC 线段长等于13， AC 线段长等于12，求角 B 的6个三角函数值。好，那首先我们根据题意画出这个图形，角 A 是90度，那么我们要求的是角 B 的6个三角函数值，所以呢我们把角 B 摆放在这里。好，那这是角 C，已知 BC 线段长等于13，所以呢角 A 所对的边是小 a， 这是等于13。 AC 线段长等于12，所以呢这是角 B 所对的边，这是小 b， 所以小 b 是等于12。这时候角 C 所对的边，这是小 c， 那我们利用 Bis 定理可以算出，这是等于根号13的平方减掉12的平方，那么算出这是根号25，也就是5。因此这 sinB 这是斜边分之对边，那么 sinB 就是等于13分之12。 cosB 这是斜边分之邻边，所以呢这是等于13分之5。 tangentB这是等于邻边分之对边，所以呢这是等于5分之12。好，那么接着这是 cotangent B， 那 cotangent B 是 tangent B 取导数，也就是对边分之邻边，所以呢这是等于12分之5。好，那 secant B 这是 cosine B 取导数，所以呢这是邻边分之斜边，所以呢这是5分之13。 cosecant B 这是 sinB 取导数，所以呢这是对边分之斜边，所以呢这是等于12分之13。这个答案